璃月港还是和以前一样热闹呢。千船既至万商云来，说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吗？啊，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几位旅途辛苦了，欢迎来到璃月港。宁光大人早已吩咐我在这里等候各位。咦，你是宁光身边的小秘书，叫白，白。我是百文，负责帮助宁光大人收集整理情报。对对对，百文，另外两位是百石和百晓，我没记错。宁光，是那位璃月七星的天权星宁光大人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不过宁光找我们做什么呢？哎，不对，应该说宁光怎么会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璃月港？宁光大人手眼通天，没有什么事能钻出他手下的情报网。这次是想邀请这位枫丹记者夏洛蒂小姐到玉京台小坐，谈一些合作上的事。哎，找我？可我这才第一次到璃月港啊。宁光大人早就听闻中气鸟报有位记者办事利落，文笔犀利，报道看似抓人眼球，其核心却以事实至上，他对此颇为欣赏。包括您因独家新闻揭露的真相触及到了某些利益阶层，而被远派他国报道七声召唤一事，宁光大人也尽数知晓。什么？原来夏洛蒂你这么惨？哎，没什么没什么，这都是常有的事，我早习惯了。倒是没想到宁光大人连这都知道，难道说是认识我们的老板吗？嘿嘿，宁光知道什么都不奇怪啦。二位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宁光大人也欢迎你们一同前往。哎，原来你们和宁光大人也这么熟？练熟练熟，只是经常出入群玉阁，被尊为贵客的程度啦。不过工作上的事我们就不去凑热闹了吧，还不如一边在城里打听卡牌怪盗的事，一边等夏洛蒂你回来。啊，真的可以吗？那就辛苦你们了，我们到时候再互换情报吧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位宁光大人也挺感兴趣的，还真想马上见一面。那么夏洛蒂小姐，请随我来。我们待会儿见。没想到夏洛蒂还挺有两下子的嘛，之前那个独家新闻也不知道具体是讲什么的，要是这次的事件被写成报道的话，我们也会出现在独家新闻里啦。嘿嘿，总有种要出名了的感觉。你说的对，那我们就先从码头开始调查吧，那里人来人往的，说不定有人看到过卡牌交易呢。方便向你打听个事吗？你说吧，只要是我知道的事。你在这附近见到过有人在收集七圣召唤的牌贝吗？牌贝没怎么见到过。哎，倒是刚才有个盗七模样的姑娘从我面前走过，我就喷嚏打个不停。总感觉你还是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吧，我们去其他地方问问。我没事没事，
千言牢固，重杖，不移。想打听个事。哟，客人您尽管问，我们这里什么鱼都有。不是不是，我们想问问你一直在这里做生意，有没有在附近见到过收集七圣召唤牌贝的人？七圣召唤，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来我这儿都是买鱼的，没人打听过什么牌贝的事。是吗？那抱歉打扰了，我们去其他地方问问。客人要不买条鱼再走，我的鱼可都是超新鲜的。你好，我们想打听个事。哟，客人您尽管问，我们这里什么鱼都有。不是不是，我们想问问你一直在这里做生意，有没有在附近见到过收集七圣召唤牌贝的人？七圣召唤，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来我这儿都是买鱼的，没人打听过什么牌贝的事。是吗？那抱歉打扰了，我们去其他地方问问。客人要不买条鱼再走，我的鱼可都是超新鲜的。你好，我们想找你打听个事。啊？哦，你们问吧，反正船也开走了，我有的是时间。你最近在附近见到过收集牌贝的人吗？就是很流行的那个七圣召唤的牌贝。收集牌贝？倒是偶尔会有人在附近打牌，但我心思基本都在海上了，没怎么注意过。好吧，那我们再找其他人问问。唉，下次不能起这么晚了。问下来没什么收获呢，我们还是换个地方打听吧。二位，这是在找人吗？哎，这个声音是温夜。好久不见，旅行者派蒙，托你们的福，一切都好。最近大姐头回里约办事，我也顺道在附近逛逛，没想到遇见了你们，看你们好像在打听什么事，不知道我能不能帮上忙。哦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原来如此，港口的风倒是一如既往和煦惬意，我想你们要找的卡牌怪盗并没有经过这里。这样啊。也不知这消息对你们来说是好是坏。对了，最近这附近倒是正在举办比赛，我也看过几眼，七圣召唤近来似乎很是风靡。咦，难道万叶还没玩过七圣召唤吗？是啊，我总是个观牌不语的旁观者。前阵子大姐头带了一个小盒子上船，里面装着好多图案精美的卡牌，还跟船员们切磋了好几局，兴致高的连酒都多喝了不少。那个就是秘典之盒，是用来装卡牌和寻找附近牌手的小道具。要不玩夜也来试试七圣召唤吧，规则挺简单的，平时还能和朋友们一起玩。以牌会友，甚是风雅。那就拜托你们指导指导我了。包在我身上，经常看他打牌，我也算得上是个大师牌手了。除了教你规则，还要给你弄个秘典之盒才行。但眼下更急切的应该是卡牌怪盗的问题吧。也是。差点光想着老朋友忘记新朋友了，
毕竟都答应夏洛蒂了。让我想想，接下来该去哪儿？哎，你看那边，那不是在蒙德和迪奥娜聊天的到期快递员吗？居然在这里也碰上了。他腰间的那个标志，莫非是博赫屋？哎，万叶知道这家公司吗？此前有所耳闻，他们家在到期专做快递业务。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我们去和他打个招呼吧。该往哪里走呢？你好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吓我一跳。哎，你们是之前在蒙德猫尾酒馆的人？嗯，我叫派蒙，这边是旅行者和风原万叶，又遇到你了，好巧呀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叫启凉凉，是到期快递公司博赫屋旗下的快递员。博赫屋的服务向来因准时和安全广受赞誉，没想到你们还开辟了跨国业务。哇，在外国见到家乡人可真不容易，我们的跨国业务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，送国际快递简直就像公费出游。哎，但我不熟悉其他城市，经常找不到路，有时为了赶时间还不得不变回原来的样子，爬起墙来方便些。哎，你们知道璃月的往生堂怎么走吗？我都已经绕半天了。这个我们说，现在就可以给你带路。真的吗？太谢谢你们了。天上太阳高高挂，手里骰子呼啦啦，可惜句尾没对上。那就是这里啦。哎呦呦，旅行者和派蒙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还带了那么多朋友、客人、交易伙伴、新的合作对象。嗯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风原万叶，这位是启凉凉。你好，久仰大名。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，不知今日到往生堂来有何贵干？哦，难道是听说了我们最近正在举行的活动，不惜远渡重洋？不是不是，我们只是来给启凉凉带路的。您就是往生堂堂主胡桃小姐吧？我是到期博赫屋的快递员，这里有一份您的快递，希望您签收一下。我看看，没错没错，是我要的东西。这年头快递还真是方便啊，跑腿的活都不用麻烦客卿了。启凉凉姑娘是什么都能送吗？大活人也能送吗？介于生死边缘之间的呢？哎，这个他尾巴都竖起来了。好吧，那拓展业务的事情就下次再聊吧。能再麻烦您几秒钟给我个五星好评吗？五星？那怎么够？这服务怎么着也得七星，不对，九星。五星就够了，五星就够了，您的热情我心领了。那我就先告辞了，多谢你们为我指路。
这都是小意思啊。嗯，我期待着和各位再次见面。希望不是迷路的时候。刚才听闻堂主在此咏诗，不知是何来如此闲情。哟，这位小哥难道也对诗歌感兴趣吗？偶尔会琢磨些字词而已。哎呀，不必谦虚，本堂主阅人万千，见多识广，光看你的衣袖被风吹起的弧度，就知道你是位风雅之人了。我呢，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决赛做准备，大伙儿也帮着出点主意。决赛？难道是七圣召唤的决赛吗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个。这次的对手非同小可，平时兜兜转转混迹人群之中，比赛时却像片片花那样破土而出。我有预感，这会是本堂主少有一遇的苦战。那不是应该一起想想策略吗？和吟诗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光有计可不行，还得天行。啊？拿派蒙听得懂的东西打比方的话，一道菜好吃还不够，摆出来也要好看，这叫花开两枝，气势上也不能输啊。怎么又是这种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又没什么道理的说法？嗯，面对生死攸关的对决，有的武士会在比试前互道敬意，二者或许有所共通。这位新朋友的理解能力很了不得吗？过奖。以我个人之见，胡堂主的口号里不妨加入一些对比赛的期望，或是能够震慑对方的词句。哦，我这算是碰上行家了呀，要不咱们这就来上一局，也好让我找找灵感热热身。嗯，我虽有心相陪，但我未曾实战，也没有自己的牌组。机会正好，我也想看你们玩牌，大不了我给万叶来个突击训练吧。大家如此盛情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以上就是所有规则，包括我从旅行者那儿看到的小技巧也全都交给你了，万叶还跟得上吗？嗯，没问题，多谢派蒙老师。老师，也没有那么厉害啦。怎么样，万叶小哥，有信心面对我这位小象派打油诗人了吗？嗯，有劳胡堂主赐教了。决胜口号呢？口号吗？嗯，好，我想好了。这真亏他接得上。好，有请来者报上名字。哇，气氛一下子就起来了呢。薄纸结心交，刀剑争鸣方寸间，红叶缭如烟。风源万叶向您讨教。哼哼，天气好来鸟儿乐，火头子一共有六个，往生堂堂主胡桃迎战。我的回合起。果然还是输了呀，胡堂主不愧是闯进了决赛的人。刚才那句也太精彩了吧。还好本堂主送了万叶小哥的召唤物一程，你的表现简直不像是第一次玩这游戏的人嘛。多亏派蒙老师教的好。哎，是吗？我本来就是飘着的啦。万叶呢，喜欢七圣召唤吗？卡牌技能多样，局势瞬息万变，亲身体验后，
我能明白他为什么会风靡提瓦特了。看来世间又多了一位牌手。柯晴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二位牌局开始后不久，看到大家如此投入，我也不想打断。这位就是丰原万叶先生吧？我听说过您的事迹，今日有缘一见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啊，不敢当。我也听大姐头提起过玉衡大人，应该说是我的荣幸。叫我客勤就好。万叶先生牌技不错，第一次对局就能有如此领悟，真是不简单。有机会的话，之后我也想与您切磋一局。哇，这就遇上下一位对手了。很惊讶吗？如今玉京台几乎人人都会七圣召唤，工作之余偶尔也会来上一局。我很乐意，不过我也不能一直借用旅行者的牌组，对局可能要等我拿到自己的秘典之盒后才行。啊，这没什么，待会儿到比赛会场就找牌手协会的成员为你置办。举手之劳，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。你是旅行者的朋友，那就是我们大家的朋友。那就有劳客卿小姐了。另外，胡桃，决赛快要开始了，我是来通知你的。放心，本堂主看似在数砖块，耳朵都听着呢，准备工作一应俱全，可以说是势在必得喽。各位，要随我们一起前往会场吗？对啊，正是正是。我们在调查跟卡牌怪盗有关的事件，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见到过收集七圣召唤牌背的人？牌背？莫非印着宝箱的样子？对对对，就是那种。那人的脸上倒是没写怪盗两字，气质嘛，倒挺像潜在客户。今早我见他和重云打牌，还说输了的人就得交出牌背，最后那人险胜重云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拿上牌背就走了。看来得直接找重云问问呢。那你们去无望坡看看吧，他应该在那儿。容我多问一句，这位卡牌怪盗还有什么可疑之举吗？除了知道他对牌背非常热衷之外，其他不太了解，但听说他还是做过偷别人牌这种事的。明白了，我会提醒千言君多留个心眼，你们也凡事注意安全。我就先随旅行者一起去看看吧。嗯，之后再见。有好友你的祝福，本堂主咻的一下就统统搞定了。那我们也出发去找重云吧。也在回应我吗？你先莫慌，一定会找到的。太萌，旅行者，还有在下丰原万叶。你好，我是重云，离月方士。长话短说，这位孩子的朋友在玩捉迷藏时走丢了。我提醒过小玉不要藏太远的，但我在附近找了一圈，怎么都找不到他。这荒郊野岭的，要是迷路可就危险了，我们也来帮忙。你看到他往哪边去了吗？嗯，
我数数时偷看过一眼，他往那边去了。好，我们沿路找找。小玉，小玉，你在吗？折断的树枝，压弯的矮草。啊，又是盗宝团，他不会遇到危险吧？现身吧！啊，好。总算烦死的，最近怎么老是遇到他们？各位，来看看这个。这是七圣召唤的卡牌。哦，那是小玉的牌。小玉爸爸送了他一副牌，他一直很爱惜，不管到哪都带着。那就说明小玉来过这儿，可前面是个岔路口，我们该去哪边找呢？嗯。等等，阿芳，小玉的父亲除了卡牌之外，应该还送了她一个小盒子吧？嗯，蜜点之盒，我也有一个。哦，对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嗯，只要小玉还将盒子带在身边，我们就能借此知道她的确切位置了。啊，快拿出我们的蜜点之盒来看看。周围这是程云和阿芳，啊，有了，在那边显示还有一位牌手，应该就是小玉了。小玉，阿芳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跑这么远的。我藏到一半，看到很多很凶的大人，我害怕，就一直跑到了这里。放心吧，那些很凶的大人已经被我们赶走了，但吴望坡阴气甚重，以后最好不要再来此地玩耍。好的好的，我们知道了，谢谢大哥哥们。谢谢哥哥们。嗯，你们先莫要乱跑，一会儿我送你们回家。啊，还好是虚惊一场。也多亏这位万叶兄想到了用蜜点之盒来寻人的办法。这就是所谓的盲点吗？我们一直用它来玩牌，关键时候都不知道还能用来找人。这么一想，发明这功能的须弥学者还真是厉害。对了，重云，我们有事想问你。我就觉得他对那牌背的执念有些不正，我居然放走了一位怪盗。冷静，冷静。人面一时而心难时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换作是我，对方提出了一场比赛，也未必会觉得有何不妥。就是，这人狡猾得很，见对方大意就偷，偷不到就找其他办法。那人拿到卡牌之后，还说过什么吗？他当时急急忙忙收了东西，就往港口方向去了。嘴里抱怨着去到期好远，还要坐很久的船之类的。看来这人还真喜欢自言自语啊，只能跟着这条线索追下去了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是先回一趟会场吧。那我就送阿芳和小玉回去了，虽然还是有点不甘。我知道，我回去便静心打坐，多谢关心。咦，程云走后，这里突然变得阴森森的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
精彩的对局，真是叫人目不暇接。啊，又没赶上嘛，本来以为能看上一眼的。你们来了，重云那边情况如何？有些小波折，但从结果上来说算是顺利。胡桃呢？赢下比赛了吗？那是当然，说不上是咻的一下，但也算东枪的拿下了。对手真不愧是牌中高人。我们互换两员大将之后，来到了最关键的一回合。本堂主闭眼敛息，将骰子握于手中，祈求着赛场上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新老朋友多多保佑。你猜怎么着？我巨行于冀中，双手一挥，喊出了那句制胜口号。我骰子一共有六个。没错，本堂主定睛一看，桌上还真整整齐齐立着六个火头子，自然是以叠火燎原之势拿下了比赛。这口号还真有用啊。胡堂主的打法如林间幽蝶般轻盈灵动，有了运气的加成，就好比双翅乘上顺风。而运气向来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旅行者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哈，宁光、夏洛蒂，你们工作聊完了？嗯，天前星大人思路透彻，见解高明，我都要羡慕起百文小姐了。哇，这位想必就是风云万叶先生吧？很高兴认识你，夏洛蒂小姐。大英雄的朋友果然也是大英雄，你可是上过蒸汽鸟报头版头条，少年武士接下无想之一刀，这个话题在枫丹火了好一阵子。没想到没想到，本堂主居然在牌场上战胜了这么厉害的人物。啊，都是旧日蛮勇，已经过去了。还是当下结识了如此之多的新朋友，更令我感到愉快。我看今日相识皆是缘分，不如待会儿由我请客小聚一番，各位意下如何？哦，看来是给本堂主开的庆功宴，一定去一定去。你们先聊，我去把会场工作收个尾，晚些和大家会合。嘿嘿，今晚我们就吃得饱饱，睡个好觉，明天再出发去道期吧。哦，关于怪盗有新线索了？对啊，我们打听消息可是很厉害的，虽然也有运气成分吧。我在离月还有些事要办，就不随你们去道期了。好吧，那万爷要记得好好练牌，小心我哪天突击检查哦。关于你们所寻的那位怪盗，我近来有所耳闻。哇，宁光连这个都知道？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牌贝，数量稀少，图案为宝箱模样，一些牌手为了图个好彩头，愿意出高价收购，我便随手调查着这其中有无商业价值。这时突然传来消息，李月所有的宝箱牌贝全都在一夜间被收走了。我本以为是个想要囤积居奇的商人，听描述才知是你们在寻找的怪盗。这牌贝除了稀少还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吗？很遗憾，我并没有入手这种牌贝，无法准确回答你的问题，只知道那做工是私人制品，谈不上多么精美，这也是我没有出手的原因。哦，怪盗身后的谜题越来越奇妙了。没关系，他那么喜欢自言自语，总有一天会把所有秘密都说漏嘴的。每场未知的旅途都是一个谜题，无法预见答案才更让我们享受过程中的乐趣。就像这次结识诸位异国才俊的机会，于我而言就是一场惊喜。
这么说来，北斗姐也会打七声召唤。嗯，大姐头的牌技在南十字船队称得上数一数二了。要不万叶小哥帮我引荐引荐，我对北斗姐崇拜已久，早就想跟她交朋友了，可一直没遇到机会。好，到时候还请堂主手下留情。